我是从河南郑州新乡来的，做了三个多事吧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升国旗。因为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，我们今年的旅行计划就是想跟着课本去旅行，第一站就来到了北京天安门，然后能够观看国旗，我们也感觉特别自豪，特别激动。祖国生日快乐！祖国生日快乐！